是啊，对，心里就会想说你怎么这样子，都会这样子想。你就不要说你怎么会这样子，你就祝福他。把你看到他的那个怎么会这个样子的这个 意念转到说祝福他，会更有智慧的去做这样的处理，对不对？同样是一件事，但是你就不会跟他产生这样不好的缘分，反而是好缘，对不对？这个是简单的啊，只是你跟人在交流的过程中，还有些人这个看不得人家好，对不对？看到亲朋好友还是同事升官发财，是吧？心中就很想诅咒人家，有没有？有没有这种人？这叫做最笨的人，你知道吗？人家升官发财关你什么事，对不对？你祝福着人家不是很美吗？是不是？但在你的那个狭小的心量里面，你就容不下这个为什么是他不是我，对不对？所以立刻就在这里面开始作用到最后是什么？就是诅咒人家，或者是不好的东西都到他身上去了，对不对？想着，作用力反作用力，对不对？怎么力怎么出去，那这东西怎么样回来？这个叫做物理变化，是不是？那既然是这么样的可能，嫉妒跟诅咒的力量是一样的。嫉妒跟诅咒都不好，对不对？但是嫉妒跟诅咒后面产生的作用力的深浅，跟你当时用的心念深浅有关系，成正比，知道吧？所以你这样想想就太可怕了，是不是？你要不要见人就感恩啊？要吧，是不是？把那个诅咒的，是不是抱怨的、悔恨的，对不对？看那个人那么美，哎呀。说脸蛋是脸蛋，身材是身材，衣服是衣服，就看着自己，哎呀，我什么都不是，这辈子已经这个样子了，还心中还要面诅咒，你看那个样子，我看你能够好几年，咬着牙，对不对？诅咒这一方他已经是这个样子了，结果后面还再加个几笔，你说会不会一世比一世好啊？不会，对不对？所以当你知道这个因果力真的是这么的自然的一直在累积中的时候，我们真的不敢，是不是？那个太强大的力量。为什么上了年纪之后你也想要你的生活好，你也想要升官发财，是吧？也要想要中乐透，但是生命里面的迹象都是背道而驰，然后你就开始怨，为什么都是别人不是我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怨的程度还有第一阶段、第二阶段、第三阶段，是吧？你所有的用心啊、用力啊、用的时间啊，这全会沉在一起，知道吧？然后呢，还要再加个什么什么什么平方，是吧？产生的这个东西，不管是在今生还是未来，就开始现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你有没有发现，年纪越长的人，有时候他越不快乐。你问他为什么不快乐？有房有车有儿有女，是吧？可能还有佣人，是吧？这个茶来伸什么？饭来伸张口，茶来伸手，是吧？这么幸福美满的日子。有些人想不开啊，是不是？为什么？过去存的一些负的存款，产生了这个能量，就在现在的这一次的刹那，在他身上显现。只是你能不能够接受？你不能够接受，太过，那有时候就会产生我们讲过嘛，身心灵的病变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切的苦还是一切的乐，谁造的？我们自己造的。为什么唱那些流行歌曲的好结果的没几个？都是这么回事啊，对不对？